满地的黑尾鱼。屏东东港鱼市场一早满地摆满黑尾鱼，场面超壮观。今天很多黑尾鱼破纪录400多尾。推鱼的工作人员每个都用冲的，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，边推边笑，因为满地黑尾鱼的盛况已经好久不见。34艘渔船返港，一共载回438尾黑尾鱼，更创下近10年来单日最高纪录。因为台风没有进来，加上大月光满月涨潮，让黑尾鱼大量现身，但船长却开心不起来。这礼拜哦，哎，阿廖话怎样？廿十五只未？十五尾？十五尾哦，哎，阿强今日介绍，拜拜啊，介绍拜拜。卖鱼的时间真的有差足多啊！了，看到介绍咧，你又大家拢买啊！黑尾鱼大丰收，价格反降。九号最大尾重达350公斤，拍卖价一公斤喊到450元，整尾价格将近16万元。渔会表示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波黑尾鱼，渔况比较差的，每公斤拍卖价一公斤只有110块，大概都跟我们这近两个礼拜差不多，最低的大概是110。黑尾鱼回流，捕鱼大丰收，满地黑尾鱼让渔民一边开心一边担忧，就怕价格崩盘，连成本都赚不回来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